每一次跨过是技能的跋涉，处置的效果；每一次寻求是文明的支撑，时代的使命。成都市罗迪波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，位于四川省成都市，致力于研究、推广、开发、改进、创新、传播包装技术，并提供包装技术领域的服务。在气条保鲜包装机的应用技术和质量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。自公司成立以来，先后通过了 ISO 9001、2000质量体系认证、环境体系认证、CE 国际认证等，并且获得了20余项技术专利证书，有着过硬的专业气条保鲜技术。在全球率先推出的高速气条保鲜包装机，刷新了整个食品气条包装的里程。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微型气条包装设备、中等规模气条包装设备、全流水线气条包装成套设备、果蔬微孔气条包装设备以及真空包装机系列，其中包括自动落盒系统、自动输送系统、自动气条包装系统、称重贴标系统、金属检测系统、自动装箱系统，广泛用于生鲜肉、熟食、快餐、果蔬、水产、干货、药材等食品的低温保鲜、长久贮存。做气条包装行业引领者，为国内食品安全保驾护航。罗迪波尔采用食品级不锈钢机身、高强度6061阳极氧化铝等高端选材，用专业技术使食物的保鲜期可以有效延长50%到500%，采用内切边封口专利技术的运用，完美提高产品的货架期及外观价值。罗迪波尔以高效、高精度、高稳定性为目标，一切以用户为中心，提供气条包装整套解决方案和一站式咨询、规划、设计综合服务。目前，罗迪波尔已经在国内设置7大服务网点，实现全国覆盖，并出口到欧洲、美洲、澳洲等多个国家。在售后服务方面，我们配有操作使用视频、电话服务指导等，可做到24小时上门服务，以确保用户的正常使用。一部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，一个优秀企业的存在是一条不断战胜对手和自我、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道路。天然保鲜，食品安全，罗迪波尔在行动。